他是最会写词的皇帝，也是生于七夕，死于七夕，本该为浪漫而生，却又被命运戏弄的文艺青年。欢迎来到知识放映室，这期视频让我们一口气看完千古词帝李煜的一生。公元937年的七夕，天生异象的李煜出生了。广额偏齿，一目重瞳子。重瞳啊，是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仁，用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，这属于眼睛的一种病变。但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，由于上古五帝之一的舜、项羽等大咖都是重瞳，所以这种现象被他们称为帝王之相。在立长不立幼的封建社会，排行老六的他本应该一直做一个潇洒的小王爷，每天舞文弄墨，想变风流。他也的确从来没被当做一个储君培养，但是命运总是爱和人开玩笑。李璟的第二子到第五子都早逝，他的长子也就是皇太子李弘济和他的叔父李璟遂争权夺位，李弘济毒死了他的叔父李璟遂。可能是心理素质不好，李弘济承受不住精神压力，不久后他也死了。李煜这个老六就莫名其妙的顺位继承了皇位。李煜的煜是照耀的意思，李璟希望自己的帝王相儿子能像舜帝一样照耀南唐晦暗的前程。对别人来说，坐上皇帝可能是一件美滋滋的事情，有时候你想要的却不一定是最好的。对李煜来说，他完全不想要这样的福气，他只是个单纯的文艺青年，压根儿不擅长做皇帝。公元961年，25岁的李煜登基，册封周娥皇为皇后，史称大周后。李煜和娥皇非常恩爱，娥皇精通音律，两个人一起派人四处搜寻失传的《霓裳羽衣曲》，找到后两人一起考定旧谱谬误，增删调整，整理为新曲，并以琵琶弹奏，让开元天宝之遗音再次现世。李煜还写词记录了宫廷弹唱新《霓裳羽衣曲》的场景：晚妆初了鸣鸡雪，春殿颦娥鱼贯裂，凤箫吹断水云间，重按霓裳歌遍彻。李煜对音律相当痴迷，以至于荒废政事。监察御史张宪曾努力就此事劝解他，李煜赏赐他玉帛30匹，表彰他敢于直言，然后继续和娥皇一起研究最新音乐。我知道错了，但我就是不改，哎，就是玩。李煜和大周后幸福的日子没持续多久，大周后就病倒了。他生病时，后主朝夕侍食，药非亲尝不尽，衣不解带者累兮。李煜每天衣不解带地照顾着爱妻。李煜有情却也多情，眼看大周后快不行了，为了继续李周两家的政治联姻，周家把大周后的妹妹送来照顾大周后，其心思显而易见。李煜开始和大周后的妹妹私会，李煜也提笔写下了自己和她幽会的场景：花明月暗龙清雾，今宵好像郎边去，铲袜不相接，手提金缕鞋，画堂难盼见，一晌为人颤，奴为出来难，叫郎恣意怜。据说大周后因为知晓了李煜和妹妹的私情，病情加重而死，后悔怒至死，面不外相，死前都不想再看李煜一眼。大周后死后四年，公元968年，他的妹妹被立为皇后，史称小周后。小周后比大周后小14岁，天生丽质难自弃，性格机敏且才情过人，李煜爱她胜过爱大周后。小周后喜欢奢侈的生活，所以李煜用嵌有金线的红丝罗帐装饰墙壁，以玳瑁为钉，用绿宝石镶嵌窗格，把红罗朱砂糊在窗上，总之怎么奢华怎么布置。李煜和小周后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专心致志地研究妆容、音律、书法等。总之38岁之前，李煜当皇帝混后宫，风花雪月，纨绔浪荡，几乎没干过什么有价值的事儿，除了写写词。而在38岁之后，他除了写写词什么都不能干，却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留下近30首空前绝后的杰作，成了真正的皇帝，诗歌的皇帝，千古词帝。公元975年腊月，宋军攻进了南唐的皇宫，从后宫的一个角落里揪出了南唐最后一个皇帝。临走前，李煜眼睛里看着杀戮的宝剑，四散的逃兵，耳朵里听到皇家音乐厅演奏的宫乐，听到宫女们为他长歌送别的歌声，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：40年来家国，三千里地山河，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罗，几层石干戈，一旦归为尘鲁，沈腰攀鬓消磨，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游奏别离歌，垂泪对宫娥。他不垂泪对祖先，不垂泪对家国，他在垂泪对宫娥。不会崇高，但是李煜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这样的真性情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，亦极为词人所长处。
到了宋朝的国都，他以维命侯这样一个屈辱的名字开始了囚徒生涯。此时他已不再是被人捧着的皇帝，他没有了可以听他诉说的人，人的苦闷或其他一切情绪总是要通过一种形式抒发。李煜只能以词的形式孤独地与自己对话。幸运的是，这时候他突然发现词让他原先漂浮着的灵魂落到了实处，也让他找到了安放心灵的故土，更让他以一个文人而非帝王的身份重生。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，多少恨昨夜梦魂中，还似旧事游上院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花月正春风，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，罗衾不耐五更寒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，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李煜像个单纯的孩子，他把自己的乡愁与亡国之恨不加掩饰地写进词里，从没想过隐藏，更没想到这样的词会引领他走向死亡。宋太宗赵光义听不得这样的声音，他派南唐旧臣徐铉去探望李煜，被软禁的李煜不允许与任何人相见，但是他却丝毫没有怀疑这个突如其来的旧臣，他拉着对方的手不断哭诉自己内心所想所思，毫无防范也毫无保留。徐铉或许对旧主抱有同情，但他早已是宋臣，他只能将这些听来的话如实禀报给宋太宗。公元978年，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，七夕，银汉迢迢，家家乞巧，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这一天也是南唐后主42岁的生日。从前身为人君的时候，每逢七夕，他都会命人用红色白色的丝罗百余匹做成月宫天河的样子，整夜吟唱奏乐，天明才会散去。可如今早已物是人非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，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李煜在自言自语，只是絮絮叨叨着自己的绵愁，他没想到自己的哀愁扩大到了人类共有的悲哀，更没想到这首词传进了宋太宗的耳朵里，被曲解成了意图复国的意思，让皇帝起了杀心。歌声未毕，千机遂至。千机毒是我国古代三种传说级别的毒药中最让人闻风丧胆的，中毒者头足相救如千机状，意思是会让人体严重变形，变成类似古代绷起的织布机一样的形状。李煜就在42岁生日的这一天死去了，他没能照亮南唐，但却用一首绝命之作燃烧了自己，照亮了词坛。这首词要了他的命，却也给了他永恒的生。叶嘉莹老师评价李煜说，李后主的词是他对生活的敏锐而真切的体验，无论是享乐的欢愉还是悲哀的痛苦，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其间。我们有的人活过一生，既没有好好的体会过快乐，也没有好好的体验过悲哀，因为他从来没有以全部的心灵感情投入某一件事，这是人生的遗憾。认真生活，感受快乐，感受痛苦，感受自己，这大概是我们从千古词帝李煜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。